382年、大和民族の地獄だ。中国のことわざに順序包丁四年不安という道理がある。この日を待ってた。勝利のため信濃帝国石を潰す。大和民族300年前の復讐のために。山西の番言だを覚えてるか。手塚剣道の祖先はあの刀に倒された。それは大和民族の憎しみだ。おじさん、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。今回自分は神勝特攻隊統率して、必ずしも手塚剣道で382年の復讐、全てのポンゴートを潰してみせます。そうだ、军爷再次默契配合，用生命捍卫民族尊严。在战火的欺凌下，他们深深地知道，只有将个人恩怨矛盾抛到一边，兄弟一致对外，那才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剑。湘西的大山养育了这群血性的汉子，打断中原之劲。兄弟三人在战斗中化解仇恨，更多了一份无情。拖着疲惫的身体，大头将回到万虎山，山虎成如将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，他们又要再次分别。大头哥，我们兄弟又要分别了。是啊，有一个三岔路口，不知道这次又会如何。不过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，国共永远是兄弟，共产党一直是对的，山虎，你也一直是对的。咱们都要记着先生那句话，渡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快跑啊，快跑，快点，快跑，让开让开，鬼子打过来了。跑什么呢？你们是哪部分的？跑什么跑？我们是守墙那个连的，鬼子打过来了，我们的连长已经跑了，我们只有跑了。那谁来负责炸桥呢？大桥上只留下一个工兵班了。一个工兵班怎么挡得住？你他娘的给我当逃兵！哎，不想打的，把武器给老子留下。他滚，都给我滚。游击队的，把枪捡起来。其余人愿走愿留随便。共产党员，跟我去守桥。等等，凡是彭公子孙的，都给老子站出来！凡是男人的，都给老子站出来！清晨。
结一阵阵烈马嘶枪，挂上他兄弟，手牵手寒风中踏上征程。马桑树Ah!
人！